各位阿曼，大家好，我是王一鸣。来，大家安，大家好，我是梅祖。你哪个来？你哪个来？啊，我就才爱来吃。你来，你害我自律神经拢规个浮起来。我是我啊，把我逐天看到你，我甲自律神经的。好好啊，要讲大家来讲啊，对不？跟你做节目。副交感，哎呦，专业哦，你也知影啥？这交感、副交感。哎，我知，迄就咱像咱人咧赛车，吼，赛车赛足紧的时阵，你拄着红灯，你都爱停落啊。啊，这是我蛮知。对啊，但是咱来自律神经派去的时阵，吼，你就看到红灯甲弄落。真的吗？是安尼吗？规个人都还是不行。啊，法官你判判讲啊，你咧吼做自律神经派去，所以你若闯红灯无罪，是不？失调啦！我跟你讲，现在的人吼压力足大，尤其是咱2021年今年吼，都、就是有一些叫做疫情的关系，有些被放无薪假，嗯，有些被迫工作停摆或者在家工作，哦，啊，那就是会觉得被关起来，整个人吼精神科看的人很多，讲哦，忧郁症、躁郁症，阿阿婆冤家吼。哦，爱有个人早已离婚的吼，这就是讲咱人爱健康的话咧吼，唔是干那身体，嗯，精神嘛最重要诶。人讲还要追求身心灵、啊。所以我今仔日吼，就是讲咱即马开放啊，开放啊，就是讲吼，咱这段时间拢无邀请来宾，但是我第一位邀请来，嘿啊，就是来到了节目当中，我为大家来介绍台北哈拉斐尔人本诊所的院长黄忠信博士来到节目当中，博士你好，博士你好，大家好，我一边每日大家好，哦，有两个惊到我。哦，对，哎，没有，伊专门咧依咱这种的，伊咧惊着。哎，没有，这我看侪啊。哈哈哈！哈哈哈！那即马来讲，这更是变整间的。拜拜啊，数相机的，就是吼，咱的听友较轻松咧听讲吼。恁人伊拄只讲的，敢着什么自律、副交感、交感？哎，对，神经伊是失调呢，无歹去。哦，失调啦。对对。即卖人压力大，会定定拄着什么神经失调的问题无？哦，这太侪咧。太侪吼，几乎差不多一。半个人拢有啦，哇！安尼啊喂，啊，毋是安尼困袂去啦，头壳疼啦，哦啊，头壳蒙蒙色啦，目睭模糊啊，啊，这毋是目睭的问题，是咱的神经的问题。咱的要看物件是目睭是迄个内底视网膜，视觉神经，啊，个咱的迄个睫状肌啊，对焦啊，你的血无够，你都看袂出啊，看袂清楚啊。所以如果咱照你的讲法，咱的神经的问题呢，是要调好，莫讲头壳，连目睭嘛也好，连精神嘛也好，对，全身骨所有的所在拢做了神经的控制。OK， 都一失调，伊就出大个问题。安尼哦，报告博士。我还女性朋友吼，一般以上拢总有呢。那拢有这款病，拢之前其实是可怜哦。所有的人的症状是安怎？嗯嗯。招足侪间病。下面款的症状比较多。哎，我胸闷、胸悸呀、心悸呀、心肝头痛呀、胸肝杂杂啊、胸肝白掉嘞呀。嗯嗯嗯。啊，去也看心脏科，找无原因嘞。啊，尾后医生就讲，啊，无你这转去精神科啊。啊，无就有的人吼，足够闹起来。你看肠胃科检查嘛无问题。啊，这款人有够侪，迄规工哦，伫咧病院啥物，一科啥物，一科啊，四界游走，啊，找无原因嘞。找到尾也想讲，啊，家己是神经病啊，啊，无奈啊，才严重。对，啊，上尾啊吼，都叫你去看精神科。对哦。医生来讲，啊，你都放轻松啊，莫烦恼啊，你都压力上大，啊，反正来讲。啊、我若会晓放轻松，我会当处理，我再来找你啊。对啊，对啊。所以咱今仔日这个主题就是讲，希望大家借有一点钟的节目的时间内底，听看明仔讲简单的代志，咱家己来，博士甲咱教。因为伊专门咧医一挂吼，咱处理神经已经歹去的人，啊，咱先来，咱来讲好不好？是安怎会造成失调？哦，好，咱这世间事吼，所有拢有因果的关系。是的，哦，伊这。自律神经伊是一个结果，啊，原因咧就是咱的压力，生活习惯，啊，外口的这所有的一寡对咱感觉无如意的，咱逐天哦看到什么代志无介意，就咧生气的，哎，这是自找麻烦的，所以呢，伊就是原因是这个代志，结果伊的结果是自律神经失调，啊，这自律神经失调了。伊个变一个原因，佮造成足侪毛病出来。恶性循环。哎，对，啊，你这病呢，哦，四界检查，佮找不出原因。啊，佮来无药啊吃，药啊就对尔，啊，药啊嘛佮副作用。哇，安尼就愈补愈侪，吼，啊就规个人生活出问题，工作也出问题。啊，就头头讲的话，
阿、啊、母感情啊，哎、啊，心情不好，工作不顺，哎、嗯，囡仔哦，个爸爸个个修理。你刚才吹怕见了。家暴的事情给我，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大家关的刚这个。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啊，用的视频跟小朋友了哈，啊，捏屎捏尿是爸母的代志，你那放在幼儿园，放在老师的代志，所以爸母爱兼这个哦，做幼儿园的哈，或者老师啊。那个居家上班。很爱托实在是哦，养要起笑起。所以这个爱吹博士，咱博士也配来采访。这就是原因了啊！但是你讲，哎，我蛮生气，敢有可能？我讲你生气的造成这款的问题，我都就爱生气的。那是人的，那有可能？哎呀，是啊，可能无性地。嗯嗯嗯，对对啊，所以吼，咱即摆咱甲这个因果关系拢了解清楚了，那找到方法。OK， 哎，方法对吼，伊就解决啦。所以我反正嘛，讲讲啊，你就是讲失调呢，你性格有歹去无？无歹去啊，啊无歹去，你就是想办法甲调倒转来啊。哦，哎，我甲解释我讲，哎，你知什么性格呢？咱的性格伊是一个范围内底，伊家己会当主动家己调整。啊，唔得叫做自律嘛。哎，对对，比如你的心跳在六十到九十中间拢是正常的。啊哈哈哈。啊，你若感觉拄到代志咧生气咧不欢喜，哦，心跳到七八十、八十、八十、九十、一百，哦，要紧，安尼回响啊，过一百又搁倒转来，哦，啊，但是有个人咧，伊到尾也着一直拢伫咧一百、一百、百几，啊，代志都大条啊，啊，有个人哦，去到变成恐慌发作起来，嗯嗯嗯，哦，所以我用一个足简单的举例来。比如讲，什么叫做自律神经？伊是安怎才会失调？啊，咱要安怎把调倒转来？今天我今日拄到救星啊！你讲大家拢爱注意听咱这阵吼，黄忠信博士哦，一般身体在拉斐尔人本诊所内底哦，都是你专门你讲帮助这款的人。啊，今仔日你唔免去诊所，你今日先听咱这阵，你听了了后你有介意吼？你就会感觉讲，一里通万里铁，咱后摆拢健康过生活，你也会记得随时复习啦。后摆你若阁有争取的时阵，你也想看卖王一鸣为主哈，直接来邀请黄忠信博士啊。哦，对。这是草头黄哈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忠信。对啊。你去甲 Google， 你就知影讲哦，黄博士内底哈，其实 YouTube 内底嘛，足侪视频你应该去看嘛。博士常常像足侪电视节目拢咧讲着这自律神经的，但是我感觉真奇怪，真好奇啊。一般的人哪有法度去分辨咱家己的问题到底是？对啊，因为咱博士已经超过研究这20年啊呢。对啊。20年啊，有自创一个相应神经调节疗法呢。这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创的这个相应神经调节疗法。好好，来，我来讲一个啊，咱头头讲的吼，这自律神经，伊的一个范围内底，伊家己的调整，啊。就像讲，咱咧赛车的时阵，咱车伫咧路边咧赛吼，啊，若拄好对面有车赛来的时阵，不自主的，我就赶紧车刹个慢，就是嘛，先卡边咧。哎，对对，吼，惊危险。啊，但是咧，车若个过了以后，我若要赛较紧的，我就会赛较路中咧，较保险嘛，吼，吼，较袂去弄。这个自律神经都有问题，对啊，那自律神经，那你自律神经就是安尼啊，马上调节自己。啊，自律神经是安那叫做失调啊。你家己无法度伫只车内，路内内底塞来塞去，安那，哦，啊，你这乌白塞，你想要搞撞掉啊？啊，车内扑一个怎啊，走伫路边的，弄一边，残体了，夭寿哦。哎，这真严重呢。你妈听讲安尼，不要无紧呢，家己拄着就害啊。车去搭伫个残内底，那边呢，哇！更想要给它晒起来，我操，愈晒愈累，愈累愈轻愈重，嘿，所以失调啊，对啊对啊，啊，所以就是爱人把你车给扭起来，哦，啊，所以博士就是等你把你扭起来，哎，我扫扫扫扫，我有要看下过做坐迄高架桥啊，新闻就是讲一寡妇女朋友，他塞车塞伫高架桥，伤悬呢，嗯，啊，那是恐慌症啊，对对对对对，听你老听。我可以嘛？因为惧高症，我知影啦吼。啊，所以讲哦，咱这个相应神经调节的疗法哈，一定要找伊个源头。嗯，对。找伊个源头，才有法度对根本来个治疗治疗。但是咱的院长，咱的这博士一起讲吼，上好是安怎？卖食药啊，不要侵入性，没有副作用。我好喜欢呢。这个是重点啊！我再讲一次哦，根本治疗就是不吃药，
没有侵入性，没有副作用，哎，这有影无影？哇，听起来足好诶呢！啊，无你也想看卖？你这车你怎么个？又起来了吼！啊，你个检查看卖啊？车有问题无？无啊，车无问题。车，是哪个问题？啊，司机有问题无？啊，司机无问题。司机无问题。哎，啊，所以等下这个车内底这个一旦个塞啊嘛。啊，对。啊，所以呢，方法爱对。哎、欸，我就是有法度把这神经给失掉，给调倒转来。哦，你就是有法度把车给拖起来。别讲愈愈加愈会啊，刚刚变成愈紧张吼，啊愈陷愈深。所以做了神经其实会当调整。